这么快就搞出来了，确定有用？当然有用，老板。这可是我们研究了100部霸总小说总结出来的。第一条，以理服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没有礼物说服不了的人。如果有，那一定是礼物不够贵重。老板，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上一次夫人没要戒指，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戒指？ 戒指不够大，兰姐，我腿都麻了，王副院长真的会来吗？嘘，谁呀？ 是你，果然是大的有用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是来给你准备惊喜的。你和这个讨厌鬼大半夜在这干嘛？我还想问你呢，大半夜在这鬼鬼祟祟干嘛？我还不是想……嘘，别动，会被发现的。 林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板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穆哥哥，哎呀，文兰，哎，你们公司是不是很闲啊？一下班全让我们这儿跑。抱歉啊，文兰姐，我听说穆哥哥拿了新的合作方案，想来你们这儿谈合作，我就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地方。 哎，文兰，真的不是我让他来的。我不管他是你叫来的还是他自己跟来的，我只知道这已经是你第二次打破我的计划了。温兰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，你可千万别怪穆哥哥。你俩别在这儿给我演戏，我很忙，别浪费我时间。温兰，我今天来真的有事。文兰姐已经说她很忙了，你没听见吗？师处，我们走。文兰。 穆哥哥，我陪你去散心吧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不散，我没空。哎，你不忙吗？啊？我忙。穆哥哥，喂。你就这么走了？对啊，我计划都被你破坏，我不走干嘛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说。你难道不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吗？ 庄柔，竟然是你！慕白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手里拿什么？拿出来！你别怕啊，我作为金华的研究员，我回来取点东西很正常。反倒是你，你在这儿干嘛？取东西就对了，等的就是你。拿出来！庄柔，希望你好好配合，把事情讲清楚。霍院长，我就是回实验室取个试管用的，你们没有证据，不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。 是吗？你偷关键资料，这人证物证都在啊，而且窃取商业机密是要坐牢的吧？你别诬陷我啊，我才不信你呢。庄小姐，没事应该学学法。我来给你普及一下，侵犯商业机密的严重性。3年前，我有一个同事，同样的也是要窃取我们公司重要的机密。唉，可惜了。 最后啊。
后来在牢里蹲了几年吧。啊，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，而且那个人和庄小姐长得还挺像。你说这小姑娘现在好好的干什么不行啊？非要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啊？是啊，可惜了，判了三年。你别唬我，我没有偷东西。李明轩，不是这个。根据刑法第217条和第264条，你的行为已经严重构成了侵犯商业机密罪，最高可判10年。庄荣，如果你告诉我们指使你偷资料的人是谁，我们也许可以放你一马。毕竟在名义上，我们也是姐妹。庄荣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赶紧交代清楚。交代清楚啊，否则事情闹大了，我也帮不了你。帮不了你。是我爸。穆白，今天谢谢你帮我们。哎，你别自作多情了，我不过是想帮温岚，不关你的事。开个条件嘛，怎样才可以离开我兰姐？我给你开个条件吧，我给你500万、1000万，你要多少开个价？我差你这点臭钱吗？那你觉得你能给我开得起条件吗？你之前不是非要和他离婚吗？怎么现在开始死皮赖脸的贴上了？那是因为以前我没有好好了解他，我误会了他。笑什么？穆总，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？不就是想利用他罢了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利用温岚，我也不会让任何人利用他。你自己信吗？一直在利用他的只有你们穆斯集团。还有，你没发现吗？自从他恢复记忆以来，就和之前判若两人。你对他做的所有事情他可都记得，你凭什么认为他会留下？之前我是希望他幸福，因此我错过了他，但这一次我实处绝对不可能再放手。我告诉你，我和他之间是有误会，但这一次我不会把他让给任何人。那我也告诉你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。庄恩成的房产是不是都是你买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也想买？可惜啊，晚了。我还真是小瞧了你给别人制造麻烦的能力，你将我的计划完美的给破坏了。留下。